不会真死了吧？不能吧？我的天哪！我跟你说，他今天刚结婚，今晚就入洞房，我替他好吗？我也只能受累了。我跟你说，我不知道，好像大风箱子，你说这还死个人，我的天哪！你不知道，你说你怎么就死了？你媳妇长得如花似玉的，那个漂亮，你都不知道，我今晚受点累没关系啊。我跟你说，捧哏呢，你也不用担心，孙悦呢早就看上我了。哎，死的安详一些，保持笑容。好了，接下来我说一段单口相声。干什么？你是给我打翻来了吗？我还会诈尸是吗？多新鲜呢！刚才一说的替结婚，谁都喊着来着。不要这样，人刚才一大班，你看谁理你了？就我留下来了，是吗？谁的儿子谁不爱？嗯，合着我成儿子了。真说良心话，这帮人你看谁理你了啊？刚才这都是圈套哦，知道吗？这帮人说了，就把他弄死，是吗？留他一人在台上，多尴尬呀！我为了打开这个尴尬的局面，才陪你在这儿。我觉得刚才更尴尬。啊，倒是有那么一奶奶。怎么老得有牛奶的事儿呢？确实啊，好，既然呢他们都走了，嗯，那么头一场呢就留我们两个人。哎，我们两个人呢往这一站啊，就算是节目正式的开始了。哎，拉开帷幕了。说实话，往这一站，可能有好多的朋友呢还不太认识我们。有新朋友，一般人说都知道我师傅郭德纲，郭老师。有一说，我叫郭德纲，台底哇掌声雷动，呐喊声此起彼伏，是吗？尤其那女观众怎么样？郭老师，我爱你。哎呦，总算有我！你两只脚已经出台了，这个。多新鲜啊！确实啊，还送的小礼物。嗯，刚才你应该死一回。我死你不成孤儿了吗？我可以照顾他们俩人。别闹了哈，人家不想守寡。嗯、我跟你说啊，你怎么看出来的？确实啊，观众喜欢啊。咱说两句话，好多人还都不认识。对对，因为毕竟有两个人，两个观众送礼物了、嗯哦，别人好多还没送的。是，我就不一一点名了啊。你要点出来，你比我死得早。说两句话，人别的观众很纳闷啊，怎么了？在台底下刷着微博，看着台上，嗯，这他妈谁呀、啊？啊，丫说什么呢？哟，怎么这么说话呢？我他妈也不认识啊！啊，不熟悉，也不出名，长成这模样，我的天哪！我们俩是都寒碜点儿，尤其这捧哏的、哎。不是，你说这捧哏的长得有刚粗没刚高，除了屁股全是腰，我都不是人了，这不就煤气罐成精吗？刘神，我自爆，我告诉你，这回他妈是不是当初把他扔了，把胎盘养大了？你少说两句吧。我怎么了？合着这观众是个说相声的是吧？不要闹了，不要闹了，还是个逗哏的。这观众喜欢你，观众喜欢我说我煤气罐成精了。说两句话，大伙都知道啊，郭德纲、于谦，但是谁知道我们两个人？是不知道。张鹤伦、郎鹤炎，嗯嗯，可能好多头都不知道啊，但是多一半人，我觉得都知道您。是吗？真的啊，哦、这么着，咱调查一下。怎么调查？捧我张鹤伦来的，伸出左手。好的，一位没有，好尴尬。好、哦，哎，有了，灯一亮，有了。我以为是，我以为灯光师特意给一个没有的。哎，看，毕竟是少数啊。啊，接下来见证奇迹的时刻。怎么呢？捧郎鹤炎来的，是我，请伸出右手中指。谢谢大家。我看看，灯光师，灯光师，灯光师，给一个全场的，我看看。我的天哪，像话吗？还有伸双手的，哎。没有这事儿啊，伸脚的就不用了。哎，脚还能伸中指呢？
为你特意练的呀。那我得多遭恨呢、嗯、大伙喜欢你不是这样啊。真的，我跟你说啊，不光大伙喜欢，怎么德云社这么多徒弟啊，为什么我师父单点他郎鹤炎来出来、哦、会什么硬气功真会吗？不会，说良心话就会玩他。对，我跟你说啊，也是头一回当这么多人面儿，不是就为了点他出来，嗯，让大伙认识哦。这么多徒弟当中，我师父最宠幸的就是他。您呢？您等会儿吧。别人没有这个机会和这个待遇。我说这不像话啊！哎呦，你不知道白天晚上，哎，大汗淋漓，哎，我跟你说，翻云覆雨，你有病吧？我说感慨，感慨什么？哎呀，我这拦不住了，这个不叫宠幸啊，那叫什么？这顶多了叫宠爱，宠爱，哎，宠幸，对，有什么区别？Perfect， 不不不不不不，有区别，有区别，区别在哪儿？这不是他一个费心，一个费力。说的是呢，还真是啊。师傅喜欢日本徒弟是吧？不是，宠爱你吗？啊，宠爱。累了，师傅大汗淋漓。那怎么大汗淋漓的？说完相声晚上几点了？十一二点了。十一二点钟，师傅不睡觉等他。郎鹤炎，来家里边来。哦。上家里来教教你，嗯，眼神应该看哪儿，手势怎么摆，腿再劈开点儿，没有，怎么没有、啊？没有没有，我跟师傅这个头就不用劈腿了。唱戏吗？没有劈腿？没有没有没有，知道劈腿就不唱戏了。他是不好好学啊，玩累的我师傅真是汗珠子掉床掉地上摔八瓣。说清楚了啊，掉地上，地上，对对，地，榻榻米，他，我跟你说，没有，怎么了？榻榻米了，上师傅家推门就上炕是吧？咱们不问你的过程，啊、嗯，没，因为讲究的是，那是你跟师傅的前戏，那是，什么我都不懂哎，不懂你说这个，不是唱戏之前不得说说身上吗？没有，反正都教他，嗯，咱郎鹤炎现在也算是不错的一位，你谈不上，像我们这帮啊，啊，大伙可能都不熟悉，您当然要常来听相声。也有可能知道，知道什么呀？张鹤伦啊，就是，但是不是很出名啊？哦，一提你叫我师傅一说，我叫郭德纲，他就啊，掌声，我可能个高了，我叫郭德纲。行了，啊，一看就知道你是个有前戏的徒弟。什么不懂？你怎么这表情在这儿呢？啊，人家的感觉，什么叫范儿？当然，话说回来，我不在台上说我师傅的个头。那你刚才干嘛呢？就因为说这个头啊，我师傅在后台没少骂我。多新鲜呢！指着我鼻子骂我。我亲眼得见。张鹤伦，嗯，张鹤伦，以后在台上再敢提我的个头，我就抽你，知道吗？再提我就抽你，妈反抽，好有根，火，啊多根，哎呀，啊那个多啊。好家伙，师傅这样还来日本相扑呢，啊，就这一套打的我这磕膝盖，嗯，我的天，过来，别打，好好说，都蹦那么高了才打膝盖上，不是，我没说清楚，好好说，我跪着呢，哦，这更不对了。合着师傅在地下一层抽的你是吧？咱没说清，咱跪着搓衣板呢。哦，体罚呢？道歉。嗯，说良心话啊，我们心里边有数，是吧？轻易的不敢说这些。哦，真的在师傅台上说个头，搁一边。嗯，我师傅教我们。嗯，张伦记住了，在台上说点好的，说点这观众爱听的。对，把相声里边这种黄色的东西都剔除掉。哎，加入一些更黄的啊，这样啊。加入一些不黄的更好的来满足大伙的重口味。嗯，说良心话啊，还来一个，那怎么能满足重口味呢？大众口味，哎，一定改一改，对不对？我师父在台上劝我们，那真是字字珠玑啊。嗯，因为他也有不容易的一面，是吧？全国上下都管他叫小黑胖子啊。是是，对不对？都知道这个事儿啊。嗯，个头矮摆在这儿了啊，其实特别黑，你们不知道怎么了？我说特别黑，说这话加小心呐。我跟你说，上台之前弄了6层面膜，你知道吗？
是都没摘下来是吗？真的，这都是那美颜之后的效果哦。平常特别黑，我们说要掉煤堆里边，你分不清哪个是煤，哪个是它，那怎么办呢？拿棍儿杵啊，硬的是煤，软的是它。好家伙的，这是试验出来的。我师父就因为这个事儿啊，前段时间上那个寺庙里边，嗯，找那个禅师解惑心声。都干嘛呀？说大师，哎，如今我特别苦恼，全国上下都管我叫小黑胖子。嗯嗯，长得你也知道，长得特别的黑。哦，我都想悬梁自尽了。哎呀，可惜我够不着梁啊。我师父这算自黑，真是特别的，我都想死去了。然后禅师一句话，你把门打开。我师父把门打开，阳光洒进来，当时顿悟了。哦，明白了。大师，您是让我接受阳光，忘掉黑暗，不在乎那些流言蜚语，对吗？对吗？大师说话了，对，个屁！我是让你把门打开，我看你在哪儿呢？哎呦，也太他妈黑了！何方妖孽？是不是来偷我的宝贝袈裟来了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这黑熊怪呀，这是。不是，长得是太黑了。好家伙，这是我师父的苦恼。你好好说吧。但人现在来说了不起了。那可不嘛，相声界的扛把子。嗯，就是人家的吧。哎，这词儿不好啊，扛把子不能这么说。大哥大，不，首脑不对，头目。哎，这行啊，这说的咱跟黑社会似的。对，德云社团。德云社没有团。德云社团体。啊，这也可以，对不对？人家了不起，是我师傅，我认为一直是德云社的扛把子啊。于谦老师呢，啊、算是山鸡哦，你知道吗？古惑仔呀、啊，外号嘛，外号嘛，啊、排名都前两位哦。但是到我们这儿，大伙不知道，没关系，嗯嗯，人来到这儿就捧他们来的，是不来也不是不喜欢听相声，对，人不喜欢人去哪儿啊？啊，人就不来这儿了。去哪儿啊？这儿俩大老爷们站台上嘚不嘚嘚不嘚半天、嗯、也不脱、啊，有什么意思啊？人家也没有看脱的，不是也不说，哎，说，说，说，啊！你们赢了，真是，哎、赶紧的，人家花钱了，不不不，小心牛奶啊！这有点胀奶了，对，我跟你说，哪儿看出来了？那就他们说牛奶吗？嗯，没有这事儿。就是咱尽量聊点高雅的。您有吗？没有。嗯嗯，宝贝儿，你早晚倔强而死。人家来到这儿就是喜欢，嗯，不来人不喜欢，人上干嘛去啊？上哪儿啊？上什么电影院？哦，夜店。哦，夜店。那灯红酒绿，纸醉金迷，那多澎湃啊！很刺激。尤其那音乐都是噔滋哒滋哒滋噔。嚯，你瞧瞧，什么 R&B 啊啊啊 ，Hip Hop。嗯，哎，里边打的节奏什么大 DJ 戴着耳麦，穿着 T 恤衫，下面 T 什么衫 ？T 恤衫、啊。我的个天哪！你英语是在蓝翔学的吧？考的口型 T 恤衫。你把嘴里那打底裤咽了，这是。那嘴里有打底裤吗 ？T 恤衫，真恶心。T shirt， 你这不对 ，T 恤衫啊。T 恤 T 恤衫 T 恤 T 恤衫，你随意吧，知道吗？就穿着那个 T 恤，嗯，下面的、哎，合着能说清楚？咱能不会吗？啊，低腰牛仔裤，哦，在夜店里边打着碟啊，在这用那个什么 B box 啊，我怎么来？打那个麦什么？这这 ，listen gentlemen， 娘们们，一块给我摇起来。跟着我的节奏，伸伸手，伸伸手，跺跺脚，跺跺脚。冷静，冷静，冷静。还再来一个呢？你去过夜店吗？哪个夜店喊娘们们摇起来？啊，还第八套广播体操是怎么着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大妈广场舞都不来这个了你？广场舞是这个吗？啊，广场舞搁一边，现在人都喜欢这种节奏。是啊，都是噔滋哒滋的，都是这种节奏。你到哪儿看都这样。哦，对吧？当然了，现在每个年龄段他欣赏的歌曲也是不一样的。这有什么不同啊？欣赏的音乐也有区别呀、啊。您说说。比方说00后，哦，00后，人家听什么呀？听什么呀？听什么 EXO 啊 ，TFBOY。哦、TFBOYS 对不对？仨小男孩、嗯、
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，这首歌给你快乐，你有没有爱上我？娘们们再摇起来。没有，人家就仨小孩，没有娘们们。我以为有伴舞的呢。没有这个。00后都听这个啊。90后听什么呀？那90后不一样吗？90后听什么？南山南。哦，马迪唱的。对了，马迪还有张磊也翻唱。哦，人家也很经典吗？你在南方的艳阳里，大雪纷飞。我在北方的寒夜里，四季如春。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，我要忘了你的眼睛，穷极一生做不完一场梦。南山南，谁踩着你了是吗？北秋北，哎呦这个低呀、啊！南山有谷地，南风南，北海北，北海有你美。我有一造型吗？有什么造型？娘们们摇起来！不是，那我得上北海看看去。人是，我说现在都流行这个，流行这个没有这些词儿啊。我跟你说，当然了，80后听的不是这个了。那听什么呀？周杰伦。哦，周董，对不对？嗯，到时候周杰伦，当然周杰伦的歌让你有一种猜的感觉。什么意思呀？他就是你猜得唱什么词儿？不明白、啊。你看当中有这么一首啊，叫、啊、什么？那什么那个雨纷纷，旧故里草木深。我听闻你始终一个人，城郊牧笛声落在那座野村，石板上回荡的是在等。哦，不错，屌爆了。啊，刚才那高音没上去，确实屌爆了。你说那是乐嘉、嗯、我跟你说、嗯、哎，岳云鹏会打会袭击我，跟他有什么关系？不是都已经祝他圣诞快乐了？好内涵哦。嗯，不要闹了 人家这不挺好的吗？唱的唱好吗？不错呀，你听他这个词儿啊，雨纷纷，嗯，雨纷纷，秋裤里草木深，雨纷纷，秋裤里草木深，都滋出来了啊，一根一根的啊，全都是啊，是吧？你是中国人吗？对呀、啊，不是秋裤里，哦不用，啊，我的西巴了，哪里有包子？秋裤里怎么的？不是包子，你不是说秋裤里怎么说？秋裤里不是秋裤里，秋裤里怎么说？这什么味儿啊？这是就韩语吗？哪有韩语的事儿啊？韩语咱会呀、啊，你会韩语啊？那的 I believe。孤独上飘不能解，可不懂，摘了不看不出西面了。哎，这还唱得真好啊！必须的啊！这什么意思的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不是您不知道，这能不知道吗？啊，就是一个裤子商标的问题。什么玩意儿？裤子商标，你知道啊啊！那嗨，比利，比利是个人，知道吗？哦哦，那嗨，比利，嗯，哎，裤子商标能摘吗？可别动。知道吗？摘了商标看不出来是新买的。你刚才唱的是这个？是啊，再来一遍。I believe 裤子商标不能摘，可别动，摘了以后看不出新买的。哎，就这么惊悚。哎，秋裤里藏不深啊。哪有秋裤里了？一定是你扎的时候唱的歌的。韩语咱都会啊。哦、歌词来说，你说周杰伦，我很佩服他。嗯。当然了，现在来说流行口水歌嘛。啊、口水歌好多人、啊，你知道吧？比方说大伙儿广场舞，哦，都听过吧？什么？像什么什么？给我一片蓝天，一轮初升的太阳。套马杆。给我一片清风，吹拂向远方。给我一个汉子，我用一个晚上。给我一把小皮鞭，叫我女王。又怎么了？我就想弱弱的问一句啊。怎么了？这是哪个广场啊？就是那
河边那块那个。你敢说出来吗？管呢？您哪个唱的给一汉子用一个晚上？还大妈唱的？那给几个？不是给几个，你分大爷一个呀。那你说用几个晚上？几个晚上也不行，他不是这么唱的吗？怎么唱的？人家您好好听听，乌兰托亚不是这么唱的。谁托呀？谁托有乌兰托亚？我听他那词儿啊，就很诧异。您仔细听明白了。说实话，唱词儿来说，一定要唱得很清楚。那是啊，对不对？你说、为什么现在这种口水歌特别流行啊？啊，口水歌。对了，比方说大伙熟悉的啊，凤凰传奇。啊，那乐队组合，人家唱的特别好啊，太好听了。当然了，你这么，咱俩来一回，咱俩来一回，别光我自己来，怪寂寞的。哦，我也难耐了。你给伴奏怎么样？我给你伴奏吧，对不对？那这唱哪个歌呢？唱一个《狼的诱惑》。狼的诱惑啊，好的，来了啊啊。好像唱情歌，嘿嘿，最美的烟火，哟哟，在城市中漂泊。哎 ，Come on， 我的爱为情颤抖，哎、颤抖，错。你到底会不会呀、啊？这不挺好的吗？大伙都天哪！继续啊 ，My heart will go on。这是哪儿的方言？这，曾经多少风雨中，我爱上了寂寞，凝望夜的星空，枯萎了所有，是狼给的诱惑。嗯呐。风干了寂寞，咋的？渴望的天空，快点的！你是我的所有。你耍犊子？谁扯犊子呀？这是人类的语言吗？这多接地气呀、啊！这个，这大妈一边唱扯犊子，这大妈都疯了吧？多好啊！打了鸡血上来的是吗？不，这算改编。这叫改编。你要真正改编的，那不是你的，那谁的呀？还是咱俩别来了。怎么？咱自己改编一个吧。你自己有改编的？对了，啊，什么歌啊？来一首《小妹儿听我说》。嘿，这名字就这么大气。小妹儿听我说，啊，阿拉，小妹儿听我说，别着急啊，嗯，慢慢来啊。哪看出我着急来了？好，我哪吃来了？唱头一个了吗？妹妹若是来看我，不要从那小路来，小路上面的毒蛇多，我怕咬了妹妹的酒。妹妹若是来看我，不要坐那飞机来，飞机上面的大款多，我怕妹妹跟他们过。妹妹若是来看我，不要来到德云社，德云社里的流氓多，流氓头子他姓郭。别唱了。